别人快乐开心，讨厌。好的呢，谢谢宝贝。就可以上座啊，怎么一直都可以啊，怎么哦，一毛钱吧。喜欢的宝贝可以收藏魔法书，支持一下宝贝哦。谢谢宝贝护栏。亲爱的哥哥，超宝贝的分享，只不过没有办法往上撩了，馋了，看不见吗？谢谢宝贝端上电商，安妮感动，谢谢宝贝。你控制一下宝贝哦，不要这样，控制一下宝贝哦。
行，在现场就只要做一张纸吗？嗯，没用的东西啊。寒假的哥哥，啊、喜欢主播的宝贝可以刷刷魔法书或者跳跳枪支持一下。嗯，故事说宝贝除了看一下你的小窗口就好了，还敢不剧场你是真的有关你什么事情、哼，讨厌。说话，静静的享受就好了，不要说。嗯，嗯，嗯，没有的小东西。嗯，这边写了时间的哥哥，你可以稍微等一等好不好？就是，嗯，都写了时间，不要着急。现在几点钟啊？10:26，10:26还早呢，还有24分钟。嗯，谢谢哥哥的上天使。哦，不对，还有44分钟，说错了。嗯，说话，不要说话。嗯，还有44分钟，说错了，算错了。学谁啊？学猪猪啊？那怎么地？别人做的优秀，学习一下都不行啊？啊？你这人怎么什么样的心理啊？讨厌！那猪猪做的确实优秀啊，不能学习了吗？狗东西啊！一看你就没有上进心的，连别人优秀都不愿意学习，你能干什么你啊？谢谢宝贝的上天使。嗯，谢谢宝贝啊。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，不要，不要相信，都是假的。谢谢哥哥的上天使。好的，他到11点钟吧，还没有到了，还要等一会儿的，很早。4点下播，宝贝。
可是刷屏了都。谢谢啊，非正常哥哥的魔法恩师哦，谢谢老公，爱你哦，嗯，老公加油，老公看一下你的小窗口，看一下你的小窗口 ，OK 是吗，宝贝哦。你是日出吗？嗯，是日出吗？水晶天鹅和钞票枪是一样的呀，和钞票枪是一样的。别忘叫妈妈，叫老婆，快点！叫什么妈妈呀？叫老婆。小东西。叫什么妈妈呀？没有的东西啊！喝醉，成了爱妻了都。几天叫妈妈。
什么情况啊？你干什么了？你们在外面？一个摸鱼就可以卡牌子了，是吧，宝贝？嗯，就这，你啥也没干就要补吗？你这身体也太差了吧！这样，以前这个地方都会放一只熊啊什么的，所以你们看不到我肥胖的身姿。对，没错。姐姐啊，嗯，哇哦，你哥哪，哥蛮重的，还给我，这，谢老板的水晶天鹅，建国好看。我感觉最近所有出的礼物只有这个是最好看的，其他都一般，就这个最好看。谢谢老板的水晶天鹅。嗯，咬得好又不是你养的，讨厌，老说老说的，说的我都烦了。
跟我过来，过来，亲一下，亲包。有没有感觉到我亲了你啊？有没有？啊？又没有亲你啊？我亲人家的草是啊，又没亲你啊，还没感觉，小东西。没感觉，你也没感觉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嗯，贴近一点就有感觉了，快点，贴近一点，然后把你啊凑到我的脸上来。师傅吗？感觉到了吗？哎，你们这些人一点都没有感觉，被你们搞的真下头。你们真的下头男，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，不想跟你们玩了。不要叫妈妈，生气着呢。谁坏啊？你们自己坏啊？还是我坏啊？讨厌，下头，没意思。谢谢宝贝的胡亮，喜欢的哥哥可以刷上毛发书支持一下宝贝。不要贴贴，不能色色。知道，你们招的也太多了，知道你们会失去我的，要把你们灭口，用我的嘴巴堵住你们的嘴巴，然后把你灭口。不能喝去狗那一桌，啥意思？没有听太懂。这样也是一种灭口的方式吗？对不对？每个人灭口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，你说呢，宝贝？谢谢哥哥的火亮，阿尼嘎多。喜欢轻轻的，我们可以上上魔法书支持一下宝贝哦。给你一个嘴巴子，让你闭嘴吗，宝贝啊？
有啊，宝贝啊，还有15分钟小剧场。在这个地方哦，哥哥。谢谢宝贝上天使啊，这个好看吗？这是我在看不见，太短了，在哪里买的不知道，忘了，某宝上买的吧应该。去哪了？昨天晚上洗澡，不知道扔哪去了，找不到了。装电视的那个宝贝啊，你看一下你的小窗口，然后找一下我。所以宝贝喜欢吗？宝贝啊，喜不喜欢呀？要什么皮卡丘？都玩不明白，还要皮卡丘？怎么的呀？想要皮卡丘电你啊？啊，小东西，哥哥刷回来以后，我不仅啊把纸拿下去，我好往上转一转了。来吧，哥哥，请开始你的表演，怎么样？来，哥哥，先刷吧。刷完之后，我就帮你把纸去了，怎么样？对呀，垫了大概十来层吧，每天都这样哦，就每天都会垫一点，垫个十来层。哥哥，我的话可能没有办法生猴子了，要不我哥哥去动物园看看。我的话应该做不到了。命中注定吧，我真的做不到了。欢迎詹姆斯哥哥。这画其实挺好看的，可惜了，就是看不见。的怎么你又不满意了？老是这样，你不喜欢呀，宝贝啊。你不喜欢吗？我最近老是。老是抠嘴巴，把我嘴巴抠破了，就有点搞。哦，原来你喜欢呀，我以为你不喜欢，说了半天，害得人家好紧张。有这个毛病，手比较不听使唤。对啊，都不敢搞了，宝贝，因为
因为我是莽夫，所以我敢。其实我也不敢了，我去控制一下。不了，宝贝。谢谢宝贝的分享，阿尼嘎多。等一下哦，我加一个滤镜了。等一下哦。会不会清楚一点，亮一点的感觉？亮一点，就是中间的这个圈亮一点，四周暗一点，这样子。我也不知道，就感觉好看一点，有没有？大把声音降低一点，我们准备一下说剧场了，宝贝啊！谢谢哥哥订阅哦，不觉得吗？难道是我的错觉吗？
我觉得挺好的。亮一点，克隆吧！大家把声音降低一点，我们准备说剧场了，宝贝哦。这个剧场可能之前，进村之前的一个小本子，我觉得挺好的，修改了一下。野外啊，野外的主题啊。中央电视的宝贝，看一下你的小窗口。剧场有什么？剧场说故事啊，有什么呀，宝贝啊？就是给大家说故事啊，还能有什么？对不对啊？宝贝啊，没到点，到点再说吧。说了啊，老公，明天的话，我看了一下，明天是周末呀，那个。小帅的家长约着我们一起带孩子出去野餐，对啊，就是那个郊区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反正你是闲着也是闲着嘛，这周末就当陪我们儿子。再说了，我跟你说，小帅和我们儿子关系特别的好，平时他学习呢也都互相帮助的，我们跟人家家长增进一下感情嘛，啊，对不对啊？应该的嘛，你这说不定啊，两个人升学以后都可以互相多多照顾呀。儿子从小有一个这么好的兄弟，不也是好事嘛，对不对啊，老公？老公去嘛，反正在家也没有事啊，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你最疼我孩子啊。那明天我就多准备一点好吃的吧。好，准备你最爱吃的。好。哎，小帅妈，在这在这呢。你们来的这么早？这位就是你的爱人吗？没有呢，我第一次见啊。哎，小帅妈，你这可真有福气啊！
你老公看起来好年轻啊，这身体啊，好像也很棒的样子呢。哦，不是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老公的身材练得非常好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帅爸，我没有冒犯到你吧？啊，那个，那我叫你老米好了，这个是我的爱人老张。嗯，行。哎呀，小帅也来了，小帅啊，阿姨这几天没有看见你哦，你这又变帅了。好，和我儿子去玩吧啊、哦，乖，我和你妈给你们准备一点好吃的。嗯，好，去网吧注意点安全哦。喂，小帅吗？这么好的男人，你是怎么搞定的？我这平时看你闷闷的，话也不多，没有想到你老公这么帅啊，而且这身材也特别的好。哪有，我老公也就那样吧，当然是不比你老公差的，不过我老公主要是什么啊，那你比较厉害，不过哎，我嫁给我老公也是有原因的，我老公也很棒的。哎，对了，小帅妈，你不懂啊、哦，女人啊，这辈子最主要的就是，对吧？就算平时生活里有什么不开心的那种小矛盾啊什么的，夫妻吵架嘛，床头吵，床尾和的，对不对？这夫妻生活也很重要的，懂了吧？瞧你呀，都孩子他妈了，还一脸火红，一看你啊，平时生活就很单调。我跟你讲，你小心点啊。你老公这么帅，你不小心一点啊，可要被别人勾搭走了啊。好了好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赶紧准备好吃的，吃完了我们就可以一起看星星啦。 OK， 好。这两个孩子这么快就累了、啊、这回到房车里就睡一下了，这小帅妈也喝多了。哎，老公，老公，老公啊，这估计也是喝多了，去车里睡了吧。哎呀，说好了一起看星星啊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。哎，小帅爸爸，看不出来啊，小帅爸爸，你这酒量还不错呢。我一般，年轻的时候啊，经常喝，有了孩子以后天天带孩子都没有机会了呢。这到晚上还有点冷了，对不对啊？冷的我都想上个洗手间了啊。去车里啊？哎，不太好吧，孩子们都在的，老公也在，而且弄得房车里一股味道的，
反正这四下无人的，我随便找个地方解决一下算了。你也想去吗？那我们一起搭个伴儿吧，要不然我一个人也怪害怕的。好，走。这树林挺多的呀，要不就在这吧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我都有点憋不住了。我先解决啊，你转过去的，你不要离我太近啊。这要是真的听到声音了，挺尴尬的。你可不要趁着酒兴偷看我啊。哎呀，我当然知道你不能啊。好了。别看哦，我好了，喂，你怎么看我啊？你这还好没看到什么？我这动作比较快的，你自己解决吧。你怎么对着我呀？我可不是故意看到的。不过，小帅爸，你怎么上个厕所是那样的呀？是因为酒喝多了吗？不过，你的看起来好像挺诱人的样子呢。没有没有，我好像也喝多了，所以才会我呀，有点站不太稳了。小帅爸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你这衣服我自己都还没有收拾好呢。那要不，好了，快收拾一下啊，可别着凉了，这里特别冷。这是什么情况呀？好像不怕冷的样子呢？什么？我可以啊。轻轻的，可以上上魔法书支持一下，宝贝哦。说了，宝贝哦，
直播间的话都是删减过的哦，哥哥。嗯，看一下你的小窗口就好了呀，宝贝。看一下你的小窗口就好了，或者直接找我就行，都可以，随便你，宝贝。谢谢 SS 脑公脑毛凡说，爱你啊老公，谢谢宝贝哦。看一下你的小窗口啊，谢谢单身狗老公，不，老公你不是单身狗。哥哥点一下我的订阅哦，宝贝哦，谢谢詹姆斯哥哥的鱼竿，爱你哦，谢谢宝贝哦，老公加油，就好了，谢谢春秋老公的毛凡叔，谢谢老公，老公加油。看一下你的小窗口，老公，可以看到吗？已经好了，谢谢宝贝们的上电视哦。